每天起床感觉关节疼痛，僵硬伸不直，或者活动时关节咯咯作响，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骨关节炎找上你了。骨关节炎患者好发于中老年人，因为关节骨头末端的软骨组织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少时，骨头会开始互相摩擦，导致关节发炎。症状包括关节疼痛、僵硬、肿胀和肌肉萎缩。当然，年轻人也会因运动过度、职业、疾病、受伤等因素患上骨关节炎。严重的关节炎会妨碍患者的行动能力，甚至导致关节形成畸形，需要动手术来治疗。因此，经常为我们的关节修补软骨是刻不容缓的。葡萄糖氨基酸是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之一，它能催生关节滑液，减少关节摩擦带来的损伤，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，修复软骨，而且可以有助于阻断炎症发展，恢复骨健康。其实葡萄糖氨基酸对于关节炎的预防效果比治疗效果更佳，所以应该趁年轻开始服食葡萄糖氨基酸，预防关节疾病。金康奈娜 RH 关节灵是由优质的葡萄糖氨基酸制成，不仅能改善关节疾病，也可以强化及促进骨骼的健康。而且我们的产品都拥有国际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品质认证，绝对是您安心的选择。对金康奈娜 RH 关节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络我们各地的代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